爆破开发失败，爆破开发失败。什么？我花了那么多心血。动车人体内地球之人的能量转换方式很奇特。那就是我抓住动车人回来研究明白。喂，小雨，顾及一下女孩子的感受好不好啊？太美好了！为了调试九龙泉的数据，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。只要芳芳体内的通讯信号没有被屏蔽，跳跳，快点呀！有了，大副，芳芳在未来高铁城附近，太空隧道入口。糟糕，一定是掠夺那个家伙！比比，绝不会放过他！不好，芳芳的信号消失了，一定是星空屏蔽了信号。设定具体位置，就算把太空隧道翻个遍，也要找到芳芳。把它送到L1宇宙平台。红箭，敌人强行关闭了太空隧道入口，他休想拦住我们！大副，明白。是有备而来，啊！我有办法。妈妈，妈妈，您在吗？大夫，红箭，小心啊！跳跳，跳跳，呼叫跳跳！糟糕，联系不到跳跳，芳芳到底在哪？就在前方。他们加上了激光武器，敌人也在不断变强，小心！我给芳芳安装过第三型突讯器。我知道了，交给我吧。小凯，立刻全面开启惊雷系统。是。所有人，太空隧道附近搜索第三通讯器信号。是。使用地球之源的能量，而且他的身体又那么强大，可以承载更强大的能量。芳芳还在等着我们，这样下去可他拼了。红箭，
能扛住几枪？完全无法击破。芳芳，头找到了。大屏幕，跳跳在 SE 宇宙平台。收到，谢谢妈妈。你在哪里？你要小心。喂喂，这孩子。你们就在这里跟伙伴消失了。那个动车人怎么样？正在进行能量扫描，八分钟后进行拆卸。这是你妈跟你的。看到他们绝望的表情，真是让我开心啊！再来，一起上。大夫，跳跳。大夫，我正在使用惊雷系统和你们联系，芳芳被带到了 SE 宇宙平台，快去救她。跳跳，收到。可是，我们遇到麻烦了。那个大块头又被加强了。我们被他拦在隧道了。什么？不要怕，我们来援你。扫风长官，你们玉兔已经告诉我们了。年轻人，听说你们遇到麻烦了。我和你们讲，这是小风浪而已。我年轻的老不懂，都什么时候了？他交给我们，赶快去救人。可是大夫，不过是一个笨家伙而已。起步，看我的！还等什么？干得好！剩下的看我们的！来！笨蛋，那是假的。你的对手在这里。快派出无人机首领，让他们靠近 SE 平台。今天就好好教训教训你。哼，当我们好欺负的吗？向风，快伙计，干得好，坚持住。真的在这里？我的铁拳也不是吃素的。哼，走。伙计们不要停，打得他满地找牙。快走！成功了，快撤！远程打死他！芳芳醒了！醒了，醒了！芳芳，芳芳，你们，我好像做了一个可怕的梦。这是哪里？嘿，芳芳，动力实验室的床感觉怎么样？你被邪恶机甲抓走了。你都已经昏迷三天三夜了，真的急死我们了。三天三夜，那我美丽的容颜岂不是很难看吗？镜子呢？我们赶到时，敌人好像正要对芳芳进行解剖。什么？他们到底要找什么呢？不管怎样，敌人越来越强大了，我要马上开始升级。嗯。我的堵车人，饶不了你们！快，给我找到能量转换的方式。
成了。嗯，啊，差不多了，再做一下能量测试，确保能量可以顺利驱动九龙拳。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大副的新招式了。开始测试。这个九龙拳和我们学习的不太一样。嗯，之前只是花架子，现在可是能瞬间调动出体内的能量呢。开始力量测试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力量无法完全释放。难道是大副身体构造出了问题？嗯，除非大副体内的能量转换机制……糟糕，我犯了个错误，快去创新中心。跳跳，等等我。我要这个和那个，谢谢。妈妈总在关键时刻失联。现在只有将大副的能量转换机制做出调整才行。别急，顾阿姨忙完一定会联系你的。来不及了。跳跳，你要做什么？地球之源已经暴露，敌人随时会有行动，不能再拖了。你要侵入管理局的系统？嗯，这里是唯一可以找到答案的地方。跳跳。什么？鬼道交通管理局爆出正能量转换技术，马上入侵，给我夺回来！无法入侵。你敢违抗我？非法侵入，10秒内将会被自动隔离。看来小看了这群人类，摧毁他，把技术都给我抢回来！是，摧毁鬼道交通管理局。原来是这样，没想到轨道交通管理局这么厉害。当然了，宇宙高铁使用的就是地球之源的能量转换技术，只是人类还不知道它叫地球之源。怎么回事？不好，敌人很可能是奔着创新中心去的，快联络动车人。大副，大副，看来我苏醒的正是时候。大副，大副，空间！哼，这群家伙真是无处不在，今天就好好教训他们一番。手下败将而已，跳跳，你们躲一躲，我们很快搞定。身后就是创新中心，一个也不能放过去。那还用说？天阵，爆！干得好，该我了。交给我，那地上的废铁就我来收拾了。兴奋，说不准哪一天这些动车机器人会成为我们的敌人呢。可这次又是多亏了动车人呢。与这些动车人联手，真的可以战胜星空背后的家伙吗？
给我松开！人多欺负人少吗？芳芳，还好跳跳通知我，你们的战斗还是少不了我。当然，来的正是时候。红线这家伙，看来我也得拿出点真本事了。弱点在这里，哎！还要来这招吗？战斗积累的经验让他变得更强了。哟，你这也不慢嘛。这堆废铁我可从未放在眼里。你们两个臭屁的家伙。啊，小心。这个家伙还记得那招吗？当然，今天就让他见识见识。急了，好像武侠小说中的点穴啊。跳跳，顽皮大师说的经络是什么东西？这个就类似机器人体内的能量线，需要它来给身体各个部位传输能量。人体真的很奇妙。没想到随意的一句话，这家伙居然记住了。红剑，强力波的作用维持不了多久，看我的了！伙计们，打得好！没那么简单。趁他失落，彻底击毁他。我们合力。什么东西？大家小心，是隐身的无人机！快拦住他，他夺走了宇宙高铁技术！立刻射击！快追！没用的，他一旦隐身，就很难再锁定了。敌人得到了宇宙高铁技术，真不知道会搞出什么事来。妈妈，技术的强大是相对的，只有保持领先才能发挥出威力，不是吗？跳跳，你想说什么？如果使用这个技术为动车人升级的话，不就可以对付敌人了吗？不行，这是高度机密的技术。可是敌人已经偷走了技术，它就不再是机密了吧？跳跳，动车人需要这个技术。嗯，这个技术可以让动车人帮助我们对付敌人。国公，我想我们已经没得选择了，不是吗？跳跳，你跟我来，